哎，你大早就在吹，到底什么事情呢？这么急？我得病了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得病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病呢？走嘛，去了你就知道。得病了？得了什么病了？不要吓我呀！哎，你去这个地方，一没医院，二没什么什么门诊那些，你得病了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真是啰嗦，我说了带你去看了你就知道，有病就是有病。感觉他有点奇怪呀，他今天。你慢点啦、啊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快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不是还在唱歌啊？他搞什么名堂了、啊？你看，很多朋友不是说梦岩驼背很严重吗？看嘛，又脖子又短，就说到时候夏天来了都不好看。主要的是人也没精神，显得很老，所以说我到这里来锻炼一下身体。看这个驼背能不能治好，主要是有气质嘛，是不是？我要进去了。哦，原来是治他驼背的病啊！刚才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他真得了什么病呢。这个人，我来看一下。感觉怎么样啊？累死了，天哪，锻炼太少了，知道吗？我一下没过一分钟，我就往地上坐一会儿。哎呀，三哥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年纪大了，你们就是啊，你看他们都是年轻的啊，那些小妹仔啊，年纪大了，跳还是有点吃亏。阿姐，我没有话想对三哥说。对三哥说，我放眼一看，青涩的这是女孩子嘛？就三个一个男的啊，就是万花丛中一点菊啊，三哥。三哥，你有鼻血没有啊？没有。这么多美女还没有鼻血呀？还没有哎。个个都有气质，个个身材都好。要是阿杰来了，应该会牛。阿杰不带着你吗？三哥鼻血，我看了一下，再生美女。那三个脸都已经红得不要不要了。梦岩，你们学这个辅导要学多久啊？现在暂时就报了一个月，一个月他说见成效，
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就不来。一个月就见成效啊？哦，我期待要，期待就是一个月之后，一个亭亭玉立的、貌美如花的美女出现在我面前了。阿杰，到时候这一个月，叫梦妍来一个，来一次那个很大很大的一种蜕变，到时候让你都不认识他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刚刚那个是怎么就是吧？是这样子好像，是吧？对，麻一下头，噔噔是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准备，五。第一次来，感觉吧还可以，就是我感觉他们为什么会那么会跳舞，我身体不协调哦。那老师不说了吗？你第一次来呀、第一次来有点跟不上节奏，正常的嘛。你说都来跳几遍就好了。不是第一次来的原因，因是我怎么那么笨？不笨呐、你说这个，